各位觀眾早晨，今朝係楊國仲同大家講天氣。嗱，我哋今朝咧繼續吹住一啲偏東風，而且係有啲雨添啊。嗱，七點零鐘嘅時候啊，各區嘅氣温咧都比較平均，大約係22度左右。咁如果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得到，其實華南地區咧仍然都係有啲雲層係覆蓋住啊。咁我哋相信咧今日咧都係比較少陽光啦。嗱，詳細嘅預測會係咁嘅，我哋預計今日會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雨。咁今日最高嘅氣温大約會有24度。風勢方面就會吹呢個和緩嘅偏東風，離岸風勢咧會係間中清勁。今晚咧會轉吹一啲清勁嘅北風嘅。嗱，嚟緊嘅幾日大家要留意啦，天氣情況咧會有明顯嘅轉變。嗱，我哋預計而家位於華南北部嘅一道冷風咧，喺今晚咧就會係橫過華南沿岸地區啊。咁同佢相關嘅東北季候風咧，喺嚟緊嘅幾日會係持續影響我哋，並且咧會係將中國內陸一啲比較涼嘅空氣咧帶到落嚟華南沿岸地區。咁所以我哋預計聽日嘅時候咧個氣温會係顯著咁下降，最低氣温咧得17度嘅啫。咁去到下個星期初期啊，天氣會再凍一啲，而且係會有雨啊。咁大家咧要拎定啲厚啲嘅衫出嚟啦。好啦，呢一節嘅天氣報告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